高哎、欸，我要怎么停用备用的模式啊？一样，按那时间同到、哦，对，他等下他会先十秒吧，之后你会有冷却时间，就是眼下你有没有看到我加你了？都不加人家，然后才说人家没加你好友，没朋友，哪有？哪没有？加起来，加起来。啊，还要花500块自杀？你在干嘛？哦，我看到你了，我都来了。我同意了，快。有啦。我说阿飞。我有看到，我在家。我先去厕所一下。我现在到底是被动模式啊？你试着挥拳看看，如果有挥拳的话就不行。没挥拳呢、欸，你还是被动模式，再按取消。停止被动，好了好了好了。对，没错。那我去厕所。我还是不行啊。要等他几秒？他右下角会有读秒的动作，等他结束的时候才会真正取消被动。哦，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几点要出门啊？6:10。几点的饭局？6:45。6:10出门。因为我不知道我家到目的地需要多久。来先下来。我刚好邀你啦。好了。有了，看到了，阿伯的。他在哪里啊？有了，看到阿伯的。走，好美，要重型护甲。啊，是这样，不用嘛，搞定。就是你八怪。请叫我摔脸。脸超丑哎、欸。谢谢谢谢，我要戴上我的面罩，不然我要被人家说丑。你这拔不？
not paranoia. It's being prepared, stupid. Maybe that's why I'm not the asshole in the jail, huh? Yeah, okay. If a guard sees you and sounds the alarm, 他出现的时间不一定，随机的。那车子一定是黑色的。Okay, so do it slow, do it quiet. 来了。Right, and if you don't, your target's running. Forget the guards and take him down. Team one took out the lawyers. Yes, 快速下降，安全下降。右边的，射射射。他说我出界，吓死我了！啊！下下下上上上上上上上！你要去哪里？救我！到前面，好了，上来的。你要吓死我了，差点被射死了。你要吓死了，我是显示绿的，安全。快，我看你的车子瞬移了，我们赶快走。我来，我的快速。啊，搞定！运送啊，走。快速解决。那是谁的车啊？元宵吧。啊？哦，那继续，那继续。谁的摩托车啊？欸，有警星耶，北七有。幸好我还没有。你没有是不是？去哪？去车库啊！我不知道车库可不可以进去啊？门口吧。车库也行。不能在任务目标期间用自己的车库包走起来。看来只能是自己。不要偷你我。回来。哇！我刚射到你的脚，突然画面闪一下，我已经死了欸。可恶，我已经死了。这个时候，我已经推门进来了欸。谁？推门进来怎样了？安全？没有啊。没事啊。死了就要重来。来，最后一部分了。最麻烦的时候到了。怎么可能？单挑啦，走啦，出去外面打，外面讲。不要，不要，我这里没有练武士，不能打架，要和平。哎，我们。哎呀，有在这里啊！啊，这威士忌真好喝。啊，策划室走。来了。
困难吧？我的角色还在看夜景。购买重型护甲，给我买啊！不给买。哇！啊、等一下，耶！我买到了。先前交易准备中，卡 bug。嗯，我忘记这个要怎么，等一下看一下骷髅，我忘记要怎么把骷髅毛填进去，我看一下。不就先开过去吗？对啊，我知道先开过去。我记得好像可以沿路把骷髅毛先装进去，不过那样好像没办法。不是，就是要先开骷髅马到一个地方，然后再开一间巴士进去。对啊。我忘记是看哪一个的。我要听他讲废话，我先来看影片。那是要什么？元宵一定是开直升机的啊。啊，直升机的。好吧，也是可以。元宵你会吗？直升机？我会，要数字键对不对？算了。嗯。And remember, the professor's paying you, not me. Not me at all. So keep him alive. 哎，我还没开过直升机耶。我突然想想，我一直以来抢劫任务好像都开美杜莎哎。那也可以换一个、啊，他等下叫元宵调职位就好了。Facility in its place. You'll be playing inmate and guard. Stay in character as long as it's useful. Then make your way to the rooftops. I'll get on the radio and give you a path to the prof. Meanwhile, the pilot will have picked up the plane and be waiting on the evac in the air. Whoever stole the bus will be bypassing the prison and torching it somewhere discreet. After that, it's just a matter of getting your guy out of the clink and getting him onto the plane. Everyone flies out. Oh, 我知道了。好，继续。Professor Reshkovsky takes control of the plane. The three of you on board take a jump. The professor's out of U.S. 我们上次抢过啊。嗯，那还在啊。Simple. Should be the easiest money you'll ever make. Speak soon. 我看到元宵是犯人。不，我还是狱警欸。我要爆破组，帮我改一下。我要爆破组，你会改吗？可以啊。我要监狱那边，我不会开飞机，也不会开直升机。干。啊？那你要跟元宵一起去劫狱啊？这听起来怎么那么危险、啊？我是觉得对他们两个等很低欸。阿贝就算了，我觉得他至少还可以撑个几下。那我要当什么、啊？你飞机也不会，直升机也不会。啊、你飞机不会吗？没开过。我不会降落。看，改。哇，好危险哦！来，我们还安全点好了啦。我们换，我们谁开飞机啊？不是啊，会开飞机就你跟我啊。没有没有，直升机总会的吧？我，谁啊？我是说那个元宵。直升机跟飞机你会哪一个？我那给你开直升机，我开飞机。那我所以直升机是爆破、哦。对。嗯。我飞机。我预警吧，没关系。飞机是倒数多久就可以飞了、啊？那时候不是有讲？啊，那就。啊？什么东西？什么东西飞啊？我记得飞机有个倒数时间到了就可以走了，不一定要一上机马上走啊。嗯，忘记耶，有点久没抢。好，走吧，骷髅马，我已经看完。其实不用元宵去炸它，只要跟在飞机后面就好了。那台。你就跟在天煞后面就好了。不是，我可以不用提早进去，我提早进去会死很快。哦，对了，不用了。所以我刚刚是问说，他有个时间。嗯，那我跟你们。这我就不知道。你要跟那个啊，自己开自己的车啊。我的是摩托车。啊、等一下，为什么没有点啊？我的 UI 嘞？哦，出来了。我有有。你不要跟我走，我们不同路。你要自己走，元宵才需要跟我一起走。啊，阿贝吧？啊，不是阿贝，说错了，说错了，对不起。OK。然后自己先去那个，然后先去一间巴士。然
那个巴士。而且你一间巴士不要开太快哦，那个翻车是起不了身的哦。很难起身的，不是说起不了身。好，所以我去那个蓝点店开巴士。对，你用 N 去标点就好了。等下，阿贝，好像叫我能开一间巴士，你等下开我的顾问码跟我过来吧，开我的顾问码。好，等下到点的时候。这实在有过瘾。我就是倒数三分钟吧，好了，可以发呆了。巴士也太远了吧？嗯，他在那个机场。好，等一下你要抢直升机哦，那个直升机。啊？开我的骷髅马过来！干你妈这个预警！要不我要不要先上引荐巴士来？没有，我知道位置就好了。你跟着我走就。啊，我先去尿尿。骷髅马停在前面，在啊、哦，我看，你先在这边等我，等下。啊，早起，那我们就算不行，我们就只能强硬的进去了。言笑，我觉得也有可能是我，没有是言笑，我不是他 ID 啊？啊？吗？离开，半人离开了。我怎么看到爆破组离开了？可我是看到半人离开的、欸。我是看到言笑离开，就我们三个都在，就只有你不在。可我是看到犯人了。没关系啊，我们三个看到都是一样的哎、欸。对啊，重点来了。哇、欸！阿贝换你开，开啥？我说他开车了，好远的。哦、那等等，我换个手机，我换手机网络，家里 WiFi 一直断。手机网络比较稳吗？不知道，不过我手机网络跑比较顺、哦。好。啊，等你好再叫我。来看影片。